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古吉啊，今天我们要来打这个大咒术之查勒开坎语。那目前官方也有推出一个活动，就是要拼，基本上就是来打一次就可以了，然后要通关，然后通关之后把这个截图或者是影片播到我们的官方的论坛，就可以参加活动拿奖励哦。好，那所以大家记得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去打一下吧。来，那我们得打多少哦？点我的队伍是这样子，王者装备，用的技能，这样子。好，准备出发。经验值が稼げそうだ。好，一开始要先打小怪。丸見えだ。捕らえた。真空の一撃。死ね。捕まえてみてよ。然后小怪打完会出现一只大只的兽人，这只兽人的血条有点多啊，大家要努力打一下。赤羽の竜意識落梅真空の一撃死ね。他招式的动作很大，所以应该很好躲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可以触发那个影斩，然后降他的防御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 BOSS 啊。他放在火球，你也可以在那边斩，然后触发他的影子。真棒，不错，一剑完毕。遊びはここまで。赤羽の意識落馬。あと空洞服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もらった。死ね。啊，这个封印体好像很多哦，所以我们大绝要先放一下。テティスの怒り飲み込まれろ。これで放棄やな。こっちの番だ。あ、こっち。これで。等一下会有一个炸弹，要在时间内把炸弹干掉，不然当然会有他。我龙之歌。好一下，大家要喷这种火焰。どこまでレベルを増やせないと。我来。给我这个。空気飛べ。真空の一撃。准备要抓人了。見えた。捕らえた。死ね。破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大招还没满呢。飲み込まれろ。これで。对，要把他打爆啊！五秒，爆爆爆，他都会进衰落。つまらない相手だ。热。哦，基本上流程是这样子啊，然后看你们的一个伤害输出表。看我打了3分28秒，19名。你这个一直在玩啊，一直在挑战哦，看你得打多快哦。然后你只要打好，然后把这个排名的截图给一截，目前的排名。这应该也可以吧，这边的截图截一截，然后或者是影片的连结播到官方那边去，就可以参加活动咯。好，那以上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
介绍就到这边哦。我是古今，我们下次见。大家要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